相亲。哎，这位同志，这位同志有话我说，有话我远点。哎，同志，这位先生是您的朋友，你看您能不能不把人带走？红哥，啊，我的包忘拿了。帮着我身边那个小伙子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这个老鲁啊，玩开小伙子。真是冤家路窄，人算不如天算。刚才那个人就是陈一龙，认准了吗？我呀，都认了好几回了。刚才我听保安说，他给乔治下了个套，估计这会儿是去领人去了，一会儿该回来了。他现在正在兴头上，